主席还有各位委员，本院委员江启臣、陈碧涵、詹凯成、徐欣颖、孔文吉、严宽恒、杨玉兴等32人，鉴于近日媒体接连传出歹徒意图掳童案件，网络一流传有人企图随机偷抱他人婴幼儿，但多无法证实真假，传言成分居多，造成人心惶惶。目前虽仍有许多不明原因尚未寻获之个案，但大多发生在民国80年之前，尚无足够个案证明有类似集团在中南部盛行。为安定社会人心，强化社会自我保护教育，原要求政府相关单位查明真相，公布近年掳童案件相关数据，说明掳童集团在台湾犯案真实现状，并督导相关单位强化护童专案，有效预防掳童案件发生，是否有当敬请公决。